家。简单一个字，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，因为家是每一个人最初的记忆，也是我们最终的归宿。莫尔说，为了寻找想要的东西，我们走遍全世界，回到家，找到了。而中国古人则推崇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，家是个人通向外界的重要的纽带。在今天的这期节目里，让我最有感受的是作家梁晓声的那句话，每一个人都有现实的家园，书本可以构建一个精神家园。家真的是一个充满内涵又充满温暖的词。大家好，我是潘金銮，谨以此篇朗读献给我的母校清华大学和我的祖国。告全国民众书，亲爱的全国同胞，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，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继东三省和热河之后而断送了，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，而祖国上下对此却不见动静。在危机日渐严重的关头，不能为时代的负起应付的使命，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。安心读书吗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。亲爱的全国同胞父老，急迫的华北丧钟声响惊醒了若干名流学者的迷梦，也更坚决地使我们认清了我们唯一的出路。最近胡适之先生已经觉悟了过去主张委曲求全的完全错误，相信唯一的道路只有抵抗。亲爱的同胞，我们全怀要比胡先生更进一步说，武力抵抗不但是依赖负有守土之责的长官，尤其希望全体民众也都能一致奋起，统一步伐，组织起来，实行武装自卫。事实告诉我们，民众的地位更为重要，民众的力量更为伟大，也只有民众自己更为忠诚可靠。我们这是在古文化城里上的最后一课的青年，实已切身感受到难堪的亡国惨痛，创痛的经验教训我们，在目前安心读书只是一贴安眠药，我们绝再不茫然地服下这剂毒药。为了民主，我们愿意暂时丢开书本，尽力之所及，为国家民主做一点实际工作。我们要高枕雪后，向全国民众大声疾呼，中国是全国民众的中国，全国民众人人都应负起保卫中国民族的责任。起来吧，水深火热中的关东同胞和灯烛旧阁的华北大众，我们已是被遗弃的无依无靠的难民，只有抗争是我们死里逃生的唯一
出路。我们的目标是统一的，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。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，要以舍物投入换取我们的自由。总有一段文字影响生命的成长，总有一个人在生命中留下抹不去的痕迹。朗读者，一个人，一段文字。